上面的长满了那个爬墙虎，左边是墩子河，到了这个楼底下，这大门不知道在哪里啊，看看从哪里进去。这一栋楼已经完全被树给覆盖了。哟，这是哪个人才呀？骑了一部共享单车在这边。想不到在这里还隐藏了一栋那个客家围屋啊，旁边就是格兰云天，这里有个洞洞，是不是从这里爬进去了？听他们讲这里是可以进去的。哇，这个墙上长了一个很大的树，上面还有一圈跑马墙。前面转一圈看一下，这看起来像是后面，大门应该是在前面，后面没看到门。这个枪眼呢，哇塞，这个房间里面长了一棵老大的树，不得了，不得了。这个应该是后面的角落，等一下看一下能不能过去。这个看一下，这好像路不通啊。那他们是怎么进去的？爬进去的？这个地方好像是大门呢。有人种了菜，既然种了菜，那应该是有路可以进去的。啊，这里一条路，从这儿进去，找半天才找到。这门前是一片菜地。这里是大门吗？是吧？刚才看到的是后面的院子墙，这边应该是大门。大门好像是堵住了，那只有一个门吗？这前面是一片菜地啊。也不是大门，哎，神奇了，大门在哪里呀？这里看起来也不是大门，哇，这里有一个文物保护牌呀，写着会员楼，本来是
在这儿，这个大门好像是在这个方向，是不是这里都已经被树给盖住了？这里有个小的嘛，看能不能进去。这是个角楼啊，还是很漂亮的。进来了，哇塞，什么神仙地方啊！角楼的顶没了，但是好漂亮。看到一个方形的天空。这边还过不去了，门给堵上了。这个原先是有阁楼的，一二三，有三层，梁都塌掉了。啊，这个地方堵上了。现在阁楼和屋顶都已经不见了，墙上长满了树和藤。能不能过去？这边是有一个门呢，现在从这个角楼旁边这个门进来了。这里面也是跟昨天那个罗氏围屋一样，到处都是树，有点阴森森的感觉，不知道有没有蛇，恐怖。这里面房子蛮大的，真是鬼屋啊，呸。这里有一个门，哇，这个树长的，长到墙顶上去了。
这里是一个小门，像迷宫一样。这个方向一个大门，门是封住的，可能那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是门的方向。啊，这个地方是大门的位置，看，这是门厅的柱子的墙基，这门都用红砖给堵起来了，这是原先是大门的位置。规模还是很大的，啊，那边好像过不去了。错，那就是在桥底下，大门应该是在桥底下那个位置。这里能不能爬过去啊？都不想从那边走。真的像迷宫一样哦，这里有个门，但是不知道出到哪儿去的。好大哇，这里
门是朝北的，那这样说门是朝北的。这里有一个门给人搞开了，原先是用红砖封住的，看这里应该可以出去了啊。上面就是桥，早知道从这个门。这个是大门方向出来了。